Thank you. OK， 各位大家晚上好。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需要做一下暖身，暖身 warm up， 一分钟。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arm up music change.各位观众，看多一次可不可以？我这样，丢，转身接 pose。你们可以给我掌声吗？等等，你知道刚才我这样，丢，转身接 pose， 我看到全场的人都这样。后面那个大哥他讲，变好不好？来，我们多一次，准备一下，准备一下。让我准备一下 ，OK， 准备，三、二、一 ，Thank you， 三手指零。非常棒，非常棒。OK， 各位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说好，好不好？大家今晚准备好了吗 ？OK， so after 我吗 ？Is showtime。开始之前呢，请让我自我介绍多一次，好不好 ？Once again, my name is Performer Willie. It's an honor for me to perform for all of you guys today. 今天很荣幸的能够来到这里，再给大家看。所以呢，当你看我摆 pose 的时候，你们就给我掌声 ，OK？ 不过，有时候我表演的时候我会失误。不过我失误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会摆 pose。OK， 非常好。所以第一项表演，我放心了，放心。OK， 第一项表演，我会做杂耍表演给大家看。所以你准备好的话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first performance， juggling performance， music， start。通常哦，我表演的时候我说 music start。啊，观众会给我掌声的，不然很排泄的，有没有？啊，等等，已经太迟了，我们芭蕾多一次，好不好？芭蕾多一次 ，OK。So ladies and gentlemen, first performance, music start。看对一下，准备看好。
对，既然你们这么热情，多一颗球好吗？我在说。暂停一下，这边有没有小朋友在？小朋友注意听，这个是真的盘呢、啊，回家不要学，你学你的爹妈咪打你不关我的事哈。先讲一下了，现在。前面的桌子的朋友，你们放心哈、哦，我是专业的，专业。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问一下，请问有没有买保险？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放心好不好？放心。掌声不够大声，多一次来。非常好 ，OK。接下来呢，更精彩的，更精彩的，让我准备一下。接下来，灯光可以放暗一点吗？各位观众，知道这是什么吗？扯铃，对。有没有人看过扯铃表演的？除了我以外，有没有人看过的？哇，那么多人呢、啊！好，那我今天就不用表演这个 ，OK。啊，开玩笑，开玩笑 ，OK。所以跟你们说一声，在2004年的时候呢，小弟我是新加坡的扯铃冠军。哦，谢谢大家。不过那个是15年前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好不好？啊，15年前。OK， 来准备一下。Music start.
Welcome to my world.